今天我们来了几个怕冷的女同学，姑娘们，对，说是一个怕冷姐妹团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，我们的古志新。哇、哦，哎，我怎么就怕冷？我是醒着的吗？纸铺天盖地地将我藏匿，我存在于这里，我是被束缚的吗？谁才是被束缚的？
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，而且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，而且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。